而家大家睇到嘅就系、是、可以将目光移过嚟呢一边噶，就系浪琴表而家临时搭建嘅呢一个展览室，为我哋有几位贵宾咧，系为佢做一个揭幕仪式嘅。首先我哋掌声有请广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向前先生，以及浪琴表浪琴表中国营业及市场推广副总裁李立先生，还有浪琴表形象大使金马影帝郭富城先生。而家咧，可能後邊啲朋友睇唔清楚，啱先咧，我哋三位嘉賓咧就向大家揮手啦。好啦，咁啊，而家咧請我哋三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去做一個隆重嘅儀式，請在場嘅所有朋友一齊嚟見證。咁請我哋嘅，請我們的三位嘉賓啊，共同把前面啊，我們的主禮台、主禮台呢一度咧，我哋有三塊呢一個好靚嘅一個卡片嘅，大家咧就係將佢插落去，我哋有個主禮台上邊咧。大家我哋全场跟住落嚟咧，会一齐数五四三二啊！而家未住先吓，系啦，咁啊，我哋嚟一齐嚟数下，五四三二一，呜！礼成，恭喜晒，恭喜，谢谢，谢谢三位，系我哋合影留念。跟住落嚟咧，就请大家稍移玉步去到对面嘅场地嗰度。稍后我哋浪琴表名将系列发布会咧，就将会正式开始噶啦。多谢大家。Thank you.
媒體嘅朋友，各位現場嘅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咧，非常之歡迎大家嚟參加呢個浪琴錶名將系列嘅發佈會嘅。咁喺度咧，自我介紹一下，我係今日嘅主持人，我叫做張萬利，希望咧同大家一齊度過一個非常之開心嘅時間。首先咧，我代表主辦單位非常之歡迎今日大家嘅光臨，歡迎大家。嗱，啱先咧，大家咧就睇過一個我哋嘅短片啦，咁啊，相信咧對名將系列咧已經係有些少嘅了解噶啦。咁啊，大家聽到個名將呢一個名啦，哇，真係犀利，可以話係大師級嘅。咁啊，大師級嘅錶，大師級嘅製錶技術，冇錯啦。嗱，名將系列咧就係一個全新嘅複雜機械腕錶系列，佢唔單止代表住浪琴錶啦，喺機芯研究以及係製造上邊所作出嘅努力啦，咁同時咧亦都標誌住浪琴錶喺製錶工業上邊嘅黃金歷程。以及係佢嘅顯赫成就嘅喎。今日我哋喺友誼商店廣場呢度同大家共聚一堂，一齊去欣賞呢一個浪琴錶。同時我哋都好榮幸咁樣邀請到廣州友誼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嘅總經理黃銀喜女士，亦都嚟到我哋嘅現場嘅。跟住落嚟，我哋掌聲歡迎黃女士為我哋致辭，有請。来宾、新闻界的朋友和尊贵的客户，大家好。首先欢迎你们今天来到广州友谊商店出席浪琴表名将系列的上市展示活动。本人仅代表广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向瑞士浪琴表及专程到访的浪琴表形象大使郭富城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向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广州市今年发展的趋势越来越繁荣，国际著名的品牌专卖店林立，加上信息化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市民的消费力、生活的品味都是随之而全面而提升，对时尚潮流产生了敏锐的感觉。贵为国际品牌的浪琴表具有远大的目光，同时也洞悉了市场的脉搏，选择了在这里展示最新的浪琴表名将系列，以应广州市民对高档和具品味消费品与日俱增的需求。我们深信这次浪琴表在举行活动，除了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广州友谊商店提升形象之外，必定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消费，提升浪琴表的经营业绩，令我们双方获得得一。在此本人代表广州友谊商店再次对浪琴表和浪琴表的形象大使郭富城先生的支持致以衷心的谢意，并祝全新的浪琴表名将系列上市热卖，生意兴隆，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好了，那么跟住落嚟呢，接下来再让我们请出浪琴表中国营业及市场推广副总裁李立先生上来为大家致辞，有请李先生。李先生呼声很高啊。各位亲爱的来宾大家晚上好，首先我非常感谢广州友谊商店给我们提供的协作和帮助，使得我们这次在广州的名将系列的推广活动得以顺利的展开，而我们更加感谢浪琴表形象大使郭富城先生特别远道而来出席此次名将系列的推广活动。浪琴表已拥有170多年的历史，除秉承传统，浪琴表名将腕表系列也紧贴潮流，融入时尚的款式设计、细致的工艺和先进的功能，创造出5款精密复杂机械机芯的腕表，让男士在感受浪琴表优雅态度、
正我个性的风格以外，也同时紧贴时代的脉搏。此外，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将颁发一项浪琴表名将荣誉给予两位特别嘉宾，以表扬他们在音乐和文化艺术方面所做的贡献，并对其努力不懈继往开来的创作精神以最高度的尊敬和赞扬。现在我们非常高兴与各位一起分享浪琴表名将腕表系列的诞生。本人仅代表浪琴表再次感谢诸位出席这次活动，并希望各界对浪琴表继续支持和爱戴。谢谢。谢谢李总。早前呢，浪琴表呢就在上海推出了一个活动，当时呢成成和刘嘉玲呢也都有参加的。不如呢我们现在呢趁着这个这么好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屏幕，看看当时的盛况先。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Longines Master Collection Lounge Party and the Longines Master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We are proud to have with us Ms. Karina Lau, Mr. Aaron Koh, unveiling this dazzling collection with Mr. Volcano, Mr. Dennis Lee, and Ms. Karen Ao Yun.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all.The second Longines Master Award winner is the famous composer Mr. Chen Gang. And the third Longines Master Award winner is the famous ballerina Ms. Xin Li Li. 好，下一位的获奖嘉宾就是艺术家米秋先生。The fourth Longines Master Award winner is the famous artist Mr. 米秋。好，从这些气势磅礴的摄影作品里面，我们看出我们的下一位获奖艺术家是著名摄影师陈长芬先生。The fifth Longines Master Award winner is the famous photographer Mr. 陈长芬。大家已经看到了第六位得奖嘉宾就是著名导演关锦鹏先生。 The sixth Longines Master Award winner is the famous director Mr. Stanley Kwan。廖昌永先生。 The seventh Longines Master Award winner is the famous baritone Mr. C.Y. Liao。 第八位得奖嘉宾是著名画家施大为先生。 The eighth award winner is the famous painter Mr. 施大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压轴戏要献给大家。 Ladies and gentlemen,刘嘉玲小姐、郭富城先生以及浪琴表的代表上台合影留念。
盛放空前嘅。咁今日咧喺我哋友谊商店广场呢一度咧，我哋嘅名将标咧，同样咧亦都系要颁发我哋嘅 Longcom 名将大奖啦，俾两位我哋喺艺术界可以话系加级嘅人物啦，艺术家嚟嘅。咁啊喺颁奖之前咧，我哋首先咧请出我哋嘅颁奖嘉宾先。咁啊有请 Longcom 标形象大使，以及系金马影帝郭富城先生，有请。Hello， 晨星你好 ，Aaron 你好。Hello， 大家好。Hello, 我见到咧，嗰边嗰啲朋友同埋呢边呢啲朋友啊，嚟咗好耐啊，等咗好耐噶啦。你睇佢哋攞埋嗰个，呢个 fans 牌过嚟添，后边仲有好多企住，佢哋有啲逼唔埋嚟嘅，睇唔到晨星风采嘅，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啊，要。咁啊，依边外边嘅 ，Hello。哇，好開心啊！佢哋，成成靚唔靚仔啊？咁啊，到後邊嘅咯喎，係。哇，真係好遠啊！係啊，仲有呢邊。Hello， 你哋好 ，Hello。係啦，咁啊，成成出嚟之後咧，我就真係要恭喜你啊！之前咧，我知你攞咗個呢個金馬影帝獎啊，恭喜曬先。恭喜曬！咁咧就唔單止我哋嘅大會啦，唔單止派我嚟做代表恭喜你啦，而且咧仲有一份禮品係要送俾你嘅喎。讓我們請出我們的浪琴表中國營業及市場推廣副總裁李立先生上台，將一份很特別的禮品送給我們的郭富城先生，有請。哇，係。哇，嚟，來，李總。Aaron， 我们在香港你生日的时候，我们当时送了座金马给你，当时是预祝你能够获得金马奖。对。今天呢，我们再送一座金马给你，我们祝你马到成功了，因为你已经。好的，谢谢。好，来，哇，嗱，就系成成，好，恭喜晒。有一座金馬嚇，呢個非常之特別嘅意義。當時咧就成成嗰陣時係呢個角逐嘅啫，仲未曾攞到嘅。當時浪琴表、浪琴表當時已經很有預見啦。好，來，謝謝我們的李總，謝謝。成成講下你嘅感受啊。其實我覺得很開心啦，有，在我演藝事業上面可以說是。他进行有另外一个里程碑，然后希望在日后有更多好的电影，有更好的作品，可以跟所有支持郭富城的 fans 一起去分享。其实我这次来到广州呢，也可以看到很多我的 fans， 然后看到他们很非常热情啊，我心里面都很感动。其实这一次是为了浪琴手表了，也是我作为浪琴手表的代言人，然后很开心这一次可以为浪琴手表来到广州做这一次的活动，也希望可以把浪琴手表的优雅的一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一起拥有一只浪琴的手表。哇，说得多好，你看我们的主办单位这边，哇，掌声很大。好，那我知道你呢今年嚟講可以話喜事特別多啊！嗱，呢個演唱會啦，好成功啦，我之前都睇咗啊，好精彩，我覺得係，多謝，係啊，好佩服你。咁咧就跟住咧又攞咗呢個金馬影帝喎，咁而家咧又做咗呢個浪琴錶嘅形象大使喎，感覺點樣樣咧？感覺係好爽，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喺真係喺從心底裏邊嗰種喜悦係。不知道怎樣去告訴大家，但是我就是很希望其實成為浪琴手錶的代言人，其實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為什麼？因為其實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我爸爸就拖著我，拖著我的時候我很小，我就記得我捉著爸爸的手的時候，我就記得爸爸就帶著一隻浪琴的手錶，到今時今日我只能夠成為浪琴錶的代言人，我也希望一代傳一代，一代傳一代。哇，因為浪琴手錶一代傳一代一代傳一代，一代傳一代，咁希望我身邊嘅朋友都係一樣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將呢一份浪琴手錶一份精神咧，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咁就好。
係啦，嗱，咁我哋見到今日咧，成成咧就帶咗呢一個浪琴手錶一齊出嚟同我哋做推廣啦。咁啊，想問下你咧，嗱，呢個問題我係代表主辦單位問嘅，浪琴錶名將系列有乜嘢吸引你嘅地方咧？哇，吸引我嘅地方就多啦。吸引我的地方，首先我覺得，我好中意好精密嘅嘢嘅。譬如之前我自己好中意收藏汽車一樣啦。咁我覺得名將系列佢嘅手錶，基本上佢就係好似佢本身佢嘅雕刻啦，佢每一個嘅雕刻嗰個過程啊，係好精緻、好精細嘅。連機芯同埋擺陀上邊都有精細嘅雕刻花紋。係啊，好精細嘅雕刻花紋。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裏邊嘅一個亦都有顯示咗時間裏邊之外啦，當然係時間之外咧，就係有呢一個日曆啦、日期啦、同埋呢一個星辰啊，即係嗰、那個叫做月相啊，咁我覺得所以裏邊同埋呢一個Master Collection 即係名將系列裏邊又動感得嚟又優雅，優雅得嚟又動感，所以又好啱我嘅。哇，好啱你嘅。OK， 嗱咁樣樣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請我哋嘅禮儀小姐咧，將我哋名將系列嘅幾款手錶一齊攞出嚟，係啦。好啊。係啦，咁啊，請阿成成，你將你最中意嗰款你俾大家睇到。係啦，放擺落少少，大家影相方便啊，好多媒體嘅朋友影相嘅呢度。係啦，咁啊 ，OK， 喺我哋影咗相先嚇，哇，閃光都不停咁喺度笑。好，咁咧就請阿成成將你最中意嘅嗰款揀出嚟啦。咁我哋聽點解你中意嗰款咧？其實我最中意即係每一款我都好中意，好中意，即係每一款佢個設計都唔一樣，有好簡單嘅，好樸實嘅。有一些是比較感覺上是複雜一點的設計啦、如果你問我，我自己會比較喜歡是當然就是我戴著同一款手錶啦，你果然是一樣的、是一樣的，因為、其實 我自己喜歡就是它裡面是有齊所有的功能啦、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功能啦，所以我是會特別喜歡呢一款手錶嘅，係啦，就係、有月相、這個，有月相嘅呢一個嘅，係啊。因為我係拜佛嘅，咁啊初一十五咧係特別重要嘅，所以咧你睇到月圓咧就代表初一，亦係又或者係十五，去提醒我自己嘅。咁啊，成成咁有善心，我哋在場嘅所有朋友一齊俾掌聲佢好唔好啊？多謝，多謝。OK， 多謝曬。嗱，啱先咧同阿王傾咗咁耐啦，咁係時候要頒獎噶咯喎。係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一齊將目光咧集中向大屏幕先，我哋請睇大屏幕。第一位獲得浪琴錶名將大獎的嘉賓就是世界殿堂級鋼琴藝術家趙韌韌先生，有請韌韌，趙韌韌先生。趙韌韌先生呢，同時也是世界頂級音樂會專用鋼琴斯坦威& Sons 鋼琴的全球代言人。好，現在請我們的李小姐把獎杯交给我们的 Aaron， 由 Aaron 交给赵英宇先生。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奖啊，我们的浪琴表名将大奖。来，我们摄影留念。好，来生，谢谢，恭喜英英，谢谢。来，英英跟我们说几句。好有质感的这个盒子。好有质感的盒子。没有，其实
我一直是觉得我自己创作。我们站中间来嘛，对对对，来同行行一起可以。对，顺便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哈。好好好。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这个专业啊，是和时间有很大的关系。我一直觉得说音乐其实它是一个时间的艺术，好的音乐会经得起时间的洗刷，绝对是变成我们今天的经典，那么好的东西也会留下来。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那个细节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好与完美只是细节的差异。那么我们呢其实是非常，我们老总是觉得说最精彩的音乐会应该是下一场嘛。对对，所以我们老是非常期待下一场音乐会的到来。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浪琴颁这个奖给我，那么从今天开始估计以后我期待每一场下一场音乐会的分分秒秒呢都会是 Long Dream Time。 OK， 谢谢。那我知道成成呢，今天我们在专访的时间也都采访过郭富城先生呢，他也说到过，和你说的很像啊，是说的是时间对他的整个人生的这种影响的看法，是吧？有了这个浪琴表之后呢，他经常会看的时间，够钟排练了，够钟 keep fit 了，这样样的。一样的吧？一样的。对。好，那么现在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嘉宾，谢谢，恭喜。好，请赵先生到台下就坐。那同时呢，亦都请成成啦，去台后边准备一下咯。哦，因为阵间呢，我知道成成呢要为大家有啲表演噶，系咪啊？有表演吗？我唔知啊。神秘啲先啊。OK， 多谢晒。等阵间仲会出嚟嘅。好，咁咧跟住落嚟咧，接下来呢，让我们呢颁出第二个奖，那看一下我们的获奖者是谁。那首先呢，我们要请出浪琴表中国营业及市场推广副总裁李立先生，有请。你好，李总。那我们上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站在台上，同时看大屏幕，请所有的观众。OK， 好，那请所有的观众一起看大屏幕，看我们获奖的是谁。别人的孩子40天就有听力了，而我的正大没有助听器，什么也听不见。你这是助听器多少钱？营业证知道吗？奶奶，没有。哎，同志，我爸看了，这样子看了。获得浪琴表名将大奖的就是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孙周先生，有请孙导演。孙导您好，恭喜。那请我们的礼仪小姐把我们的这个奖品拿出来，是一个很漂亮的浪琴表，名将系列的浪琴表。好，恭喜。来，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好，谢谢李成。来，请我们的孙导跟我们说几句得奖感言，是奥斯卡一样。非常感谢浪琴手表能给我这一份礼物。我始终觉得手表是工业文明以来最经典的作品，尤其这份礼物又来自浪琴，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的这么一个品牌，在此我非常感谢，也希望在这个时间记录下，能够记录我更多美好的时光。谢谢，谢谢孙总。谢谢孙导，谢谢，恭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李总。
好啦，咁啊，啱先咧，我哋颁出咗两个奖项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呢一个颁奖仪式咧，可以话系圆满到呢一度圆满结束噶咯。咁跟住落嚟咧，就非常之高兴咧，我哋就请嚟咗广东现代舞团，佢哋咧就系全国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嚟嘅，喺国内外咧系获奖无数喎，经常咧参加啲国际性嘅艺术演出嘅。他们将会以美妙的舞姿为大家展示全新的浪琴镖名将系列的。跟着下来成成也会在这个表演之中出现的。好了，那请大家细心欣赏，我们掌声欢迎。早前呢，浪琴表呢，在当时呢，郭富城还是在竞选，只是入围啊，还没有选上的时候呢，就已经送了一个金马，说预祝他，希望他呢能够获奖或者金马影帝。
但係咧諗唔到咧，哇！佢哋好犀利啊，想乜有乜，一講就擊中啊！咁啊，成成咧係第一次提名金馬獎啦，諗唔到咧就好好送咗呢個金馬之後咧，果然係拎到金馬獎。咁今次咧，哇，好型啊！咁今次咧，我哋嘅浪琴彪啦，亦都係再送多一匹金馬俾佢，以示祝賀嘅。好，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請郭富城先生咧到後台休息一下先。OK， 多謝曬我哋，掌聲俾成成好唔好啊？哇，好犀利啊！咁喺度咧，我哋就再次感謝所有我哋今日光臨我哋現場嘅所有嘅媒體朋友啦，同埋所有嘅呢一個現場嘅朋友，同埋我哋嘅嘉賓咁啊！恭喜曬我哋有兩位嘅獲得啊，我哋嘅浪琴彪名將大獎嘅嘉賓嘅喎。咁啊，同埋咧，啱先咧，我哋聽到話現場嘅嚟嘅 fans 朋友咧，非常之熱情，我知道大家等咗好耐噶啦。同埋咧，我聽到好似有啲保安嘅朋友反饋翻嚟嘅信息咧，就話主持人，主持人，你一定要講。呢、這個大家要維持秩序啊，千祈唔好逼啊，唔好擁擠啊，因為啱先咧聽講有人咧有啲暈低嘅現象啦，同埋好逼啊，夾親人嘅現象喎。咁啊，大家咧就要小心啊，保持秩序，大家咧就唔好逼，唔好擁擠，因為咧相信咧你哋中意嘅偶像啦，郭富城咧亦都唔希望你哋會有任何嘅問題會出現噶。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請我哋嘅嘉賓啦，同埋我哋嘅。嚟嘅所有嘅現場嘅朋友啦，我哋咧就陣間稍稍啦喺呢個舞台上邊，如果係大家要去呢一個浪琴彪嘅舞台上邊，因為非常之意義重大啊嘛，要想話影相嘅話咧，咁啊陣間咧請我哋嘅嘉賓咧就係一一到台上邊去合影留念嘅。啊，嗰邊喺度握曬手啦已經。好，咁啊再次多謝我哋所有現場嘅嘉賓啦，所有現場嘅 fans 朋友同埋我哋好。非常之關心我哋呢一個浪琴彪活動嘅媒體，多謝曬大家，多謝曬大家嘅光臨，多謝曬大家嘅參與。希望大家以後再一如既往咁樣樣支持浪琴彪，支持浪琴彪名將系列。OK， 喺呢度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再會，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请大家有秩序地退场，帮我们的保安哥哥一起协助他们的工作。